目前风雨较大的北海岸、海顺景观、加强巡逻，可能伫遐咧看影的民众都爱赶紧离开。另外，较到淹水的大埔仑地区，这市区真侪民众拢已经开始咧采杂水门。看到海边啊有民众咧看影，就惊发生意外。海顺警官随停车提醒危险，可能离开。风台空锐还未到北部，就已经予北海岸地区出现大风大雨。记者即卖伫咧基隆北海岸外木山风景区的附近，即卖使看到现场咧，因为大风的关系，这个大影是一直拍到这个海波顶端，会使讲是非常的惊人。而且这要是风台空锐还未到北部地区的状况，要若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估计咧，伫咧基隆市今仔日上大阵风达到十级，会使讲是非常的危险。看风台要来，民众赶紧把挡水门提到店头的电卡，准备来组起来。这是距离国博山塞车十外分钟的基隆大埔仑市区，也是基隆较会淹水的所在。哦，淹水过来了哇！是现时阵淹水最严重。有啊，这边曾经淹得很严重。咱这较低位啊，所以较低位啊，拢常常会淹起来。伫咧基隆的大埔仑市区，几落台抽水泵也拢处理好势。若是讲雨水滴疏，水沟水涨起来，就会使随甲水沟水排到边仔的大埔仑溪内底。在地民众讲，因为大埔仑市区地势较低的关系，过去若落大雨，雨水定位边仔的山坡地冲落来，造成淹水。就惊即摆风台来，会搁再做大水，民众赶紧提早做好周全的准备。记者龚林玉凯，基隆报道。